这么好吃的松饼，就是要多邀请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小组。好高兴啊，到小组来，我又回到童年时代了，能吃小朋友的小饼哎，好棒啊！我可以跟我小春春一样，吃完吃这个小饼，一定很好吃。我咬一口看，超级棒的。谢谢这个主人做这么好的饼给我们吃，谢谢。好。叫我的名字，不要拍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东西，忽然间这样子咔咔咔。